看到蔡芳的感觉很紧张，有点尴尬，就觉得她很漂亮。是吗？对。因为你当初不是这样讲的。因为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咖啡厅嘛，然后她素颜，觉得她那个整个素颜，对啊，很漂亮，就是甚至比有化妆的时候更好。看到她的作品加上简介，然后觉得那个照片就是这设计师真的很帅。各种的艺人，因为她是算是完全很自由跟不怕的放开来，对一个艺人的态度跟专业来讲，我其实很欣赏他这一点。好，那我就是有点拙的那种，会觉得其实是很完美的。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当代这个时代最需要，就是让很多人看到就是这样的，就是直接很诚实的特质。集结这些人这样子帮我，对，我也觉得很满足，很幸运。感激跟满足啊！那我抱一下。不要啦！不要啦！